那今天的太极拳主题有一个反正全军全论十三式行功心解里面有一句能呼吸人灵活，倒过来说呢，人灵活就能呼吸，但前提上哈、是一定不能受力的哈、那我一受力一用力呢，我的呼吸就会什么要喘了、对不对？所以太极拳的讲到呼吸跟那种力量去碰撞啊，说受力啊，这个不是一回事。好，我们的人呼吸哈、来小叶跟我一下，我这样的呼吸你觉得好不好？我会很累的，你知道啊。那如果你空掉，你觉得你呼吸好不好？那是因为你灵活嘛。如果你跟我你也停滞在那，还用点蛮力，那我也用点蛮力，你觉得你会不会耗？最后松掉看啊，松掉，耗不耗氧？啊，所以我在讲的太极拳的灵活，外家拳活不活？也活嘛，但是跟太极拳的那个灵是不一样的。外家拳的很活，但是它的灵可能是这样哦，所以他很耗氧，很耗氧，他就必须去做，啊，做这种有氧运动，让我在激烈运动之下持续久一点，这是道理嘛，啊，能够最好像航空母舰一样持续久一点，又强又大，啊，打架的时候就像驱逐舰，休息的时候就像航空母舰。好，太极拳的灵呢、是空灵呢、小叶，来。我这样是个空灵啊，是个空，我也很灵活，有活有灵啊，哈、哦，哦，最后我就自己动，好累哦，你知道，哦，那我去啊，好，小叶空不空？来，你到这边来一点，空，灵不灵？那我空，这样灵不灵？不灵呢、我身体挨打，挨打也就出去了。来，如果我已经挨打，如果降着呢，你觉得我耗不耗氧啊？你就砰一打就好了，因为没有阻碍啊。来，你碰到这，你要打，我给你阻碍一下，你硬要打，是不是你也耗力啊？哦，来，好，松开，你就想想你的力量已经耗掉了，虽然你打赢我了。所以太极拳的灵是空灵的，来，小叶，这个灵是空灵还是这样的灵呢、是这样的灵吗？啊？那两个都非力，还是讲了，所以空这个灵，你看之间到底发生有没有受力？有没有受力的？你如果落上来了，就是受力，先不要耗力，好，不要耗，因为你打我你也耗，你粘着我，小叶你随便走路但粘着我，来灵活跟着我啊，你这样耗多少氧啊？你告诉我，是不是绵绵若存呢、如果你顶我一下，那我力量比你大，你又顶我呢？我也累，你也累了啊、我们是这样，但我们现在就不是练这个，所以灵呢是空，中间的中间性是空，啊，我灵活变化来转这边，好，那我现在这样子在庭院散步，你觉得我会很耗力吗？会不会很耗力？会不会很耗氧？那你给我一下，小叶，我这样会很耗力吗？啊？会呀、因为你给我一下我的条件，来，我是不是空呢？这样我还耗力吗？反而你想要的东西，那个心气就过去了啦。虽然你力量没有，可是你，我常常说，你给我一下，其实你已经在耗了啦，对不对？这个灵活，我当然能呼吸啊！你看我应付两个，我还是能呼吸啊。可是如果我今天不灵活，我大口气也没用啊，啊、因为身上的气，内气是塞住的啊。你看鼻子的气，你看内气塞住了，好累啊，是吧？那很累，那你就必须去练那个有氧运动。那如果我把它空掉，当然是因为灵啊，它有很多变化，对不对，小叶？啊，它也你看有各种变化。那因为灵，那这个碰到的东西都是空的。那空的东西我不受力，我问你，我不受力，我是不是像正常人一样呼吸啊？进场好不好打？
我当然就可以呼吸啦，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够灵，你看，我也好养，他也好养啊，只是看起来我比较厉害啦，对不对？啊，那其实我把你打退一步，我还是要呼吸啊，你看已经退了嘛，对不对？小叶是不是？我这样好不好养啊？你也不好好养啊，只是你会被追着心情，那个氧气心气会耗一点。啊，这个就是区别不同啊！我再讲一遍，太极拳的灵啊是不受力，而且在多变里面的空，把人家的力量空掉了之后不受力，那我就可以去做散步了，好吧？你不要认为他没有力啊！我这样一有，我就挨打，我就受力啦。当然他发劲的人也会发久了也会很喘，你懂这意思啊？啊！因为你一鼓作气，你是憋着的，一打。如果你无限循环呢，我哪有憋着？像我在内心循环嘛，对不对？这个还不是在运作啊？你看这个人灵活，我这就不好养了。你只要打我就是一下了。问题他现在没办法打我嘛，哈、啊，对不对？我因为这个，可是他如果处心积虑一直想要去躲我的事，他会很累的。小叶已经实习很久了，对不对？因为一个是被逼的，一个是在闲庭散步啊，外事安逸，内部精神啊，对，意在精神啊，哈、啊，能呼吸什么？能灵活？太极拳的灵活是你加上来，没有啊，啊，你要落上来，没有啊，我散步，我只是摸你啊，我不跟你看，你看我就没有了啊，我为了要灵活嘛，啊，所以能灵活，能呼吸，好、啊，讲到这，哎。人家一头不能落啊，那个叫空灵啊，谢谢。